差的状态下反而比较好看，因为他差的状态，他好像判断以为自己是 USD 差的，那就很不想开机的感觉。之前我看的感觉是这样。穿起来，现在这种就是不冷不热的状态穿比较舒服。之前拉的，可以层一层拉起来。我觉得这样很舒服。就是早上这样子上缆车，然后慢慢穿起来，然后天气又这么晴，这时候就觉得啊，直接上缆车不错。我没换外套。下巴，每次都是下巴的，没有脖围就是下巴的。你脖围有戴吼？没有。啊？万一穿一下，我变充血会冷怎么办？有戴没有套？嗯，好。我说下午这边要套起来。有可能，有可能不用。看多大是不是？看风，看风有多大，风大就有。回去把那个我新买的那个洗一洗啊。你想要套那个拍照？对啊，套在干净的口罩外面。啊，今天晴天了。啊，你说我很干净。你洗完的话，明天就开始就不是晴天了。嗯，后悔了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拍照的时候可能也看不到它。哎，我们之前去澎湖为了防晒也是都是蒙面，对不对？那之后我再骑脚踏车也来戴。对啊，那个骑脚踏车可以戴吧？那我再买一个，我再去买一个。不用这样吧？好，我要去奥智亨，我要去三芝站，我要去，我坐个缆车上去 shopping 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啊，反正吃挺不怕啊。哦，那我要上去 shopping 一下。今天是不是比较丰盛？山上风都比较大一点。好了，换我开。好，问为什么我等下那么早开？我的在充电吗？其实我的戴好就要开了，你的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又没电了。对啊，就那一颗电池感觉不大适合，不然我下次就戴我最旧那一颗好了，就是那种比较没有自动有在闪啊，比较没有自动关机功能的，这个自动关机太灵敏了。还有就是这个 GoPro 也充满不想。一个是自动不充，一个是自动关机，两个搭起来，搞到最后、就是。它比较轻啊。啊？它比较轻。你说这一颗、啊？对啊。就是要注意一下吧。所以就去奥智亨。今天拍起来跟昨天应该差不多，不过今天比较没有那么难。今天可能晴这一下就那个，那我们赶快冲去那边露营好了。你说 ，spot 两个地方吗？是吗？就是去奥智亨的意思。啊，好，需要。这里说景点也要拍一下。景点还好，今天就是没有蓝天嘛。我但是有太阳的状态下露营应该不错，所以我们就下滑切东莞，然后上去，然后赶快切去奥智亨。好，三号要切，三号左转。
拍一下。好啊好啊。第一个景点其实被挡到，但比较高。今天就是这一波了。饱啊，还在饱。怎么会？才吃了两片半的蜂蜜蛋糕加汤而已。饿得快。饱到不行。饿得快。这边有写东莞，第一道热身呢、啊。礼拜六那天，不知道人会变多哈。应该一定会。真的、喔。对。长野居民，真的啊！如果住长野的人进来不到一小时，很近。但是他们也要上班啊。对啊，我是说礼拜六的话。礼拜六上午送过来。对啊，然后滑一滑回家。再这样，他住的就还是没有生意啊。好可怜哦、喔。上去，嗯，好。
早啦。没痕迹啊。对啊，我就是在看我滑是没有痕迹。
小一点。弯腰最痛苦，我从地上把板子拿起来一跺脚吐了。
就快要不会被它照到了。我想看风景。
自信到我就会怀疑这个眼睛看起来就是往上啊，因为我说是平的，平常常因为视觉角度错误啊，就以为向上，其实是平的。今天有这种淡蓝的天，今天不是那种有点薄雾啊，很蓝的太阳也躲在那后面。不是我说，你看这边这种蓝，昨天的蓝是那种蓝，跟这种蓝不一样。昨天是很蓝，都没有云啊。
是吧？人好可怜啊，很清闲。你昨天还没有人呢、欸。
，但是它上面写1969。嗯。奥地特。
中间就坐这个双人缆车，因为这是中间这一段。好，不要滑到底。好。而且今天要录影特训的地方好像哦，我今天变一月七号要再来一张吗？啊，而且还多了令和三年牌，昨天没有。哪里？地上啊。哦，好像是啊、哦。要拍吗？先拍好，怕大家忘记。我觉得前的方向好像是越来越浓了，所以要赶快。蓝色是一直要走掉。好、啊，那赶快，赶快，那先下去哈。在这里。好、哦，滑到这个缆车上车的地方。好、啊，在哪里？Thank you.
拿杖干嘛？我觉得我想围脖围了哎、欸，我觉得这里好冷。真是手机右手越有拿出来，僵了僵了，都僵了。这里就没风了，躲在树后面。你说穿国围吗？你要穿吗？我不要啊。还是算了，好像不用穿了。不用吗？是坐缆车的人而已，现在都还好。
这段非常的平，嗯，来练习一个歌，我也在练的东西，嗯，就是啊，我们的动作都是上半身会朝上，然后我们上半身会歪来歪去，嗯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练习，就是尽量好像上半身不要动，只有脚在动，嗯，然后你就想象上半身大概是这样，一直是这样子都没有动，嗯，然后啊。然后就是这样一直滑下去。嗯，你要稍微意识到你的双手朝前。嗯，不可以突然举起来哦。嗯，突然举起来表示你上半身在拖动。嗯，然后也不能够往后。嗯，然后大概稍微在前面这样。嗯，然后你要是觉得有点奇怪的话，你可以稍微在左转右转的时候。嗯，你看没有，我僵着就可以了。对，僵住的同时，你上半身也屁股以上、腰部以上都是不动的、啊。好，然后你看我这样子，
觉得好像在飘雪。第七根肚子冷而已。蓝色在哪？开张的。蓝色快没了。好冷啊，好冷啊！现在下雪了呢。你说提早下雪？我气象预报那么准，我就觉得为什么会又晴天又下雪，又现在就是又晴天又下雪。然后啊，你要是觉得刚刚那个练习对你来讲太简单的话。在这么平是还好啊，在这么平还好，你觉得还好的话，这么平的地段还好。对啊，但是还可以继续练哦。嗯，就是一样这个 pose 哦。嗯，抬一只脚，但是抬我可能会后坐。没有，因为你后脚滑吗？啊，后脚吗？你重心真的放在下面这只脚，现在我们朝这个方向，应该要放下面这个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。你为了要这样稍微能够这样抬几下的话，你没有发现你上半身过了，上半身过了，其实那个时候这个重心才是对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在往右转的时候，不要让前端弯到方向，果然困难，抬脚困难啊，抬脚困难。
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你现在是要练什么啊？这个接下来就会变小转。哦，没有。要练平常的正确重心以及小转的预备动作。如果这样滑下去，会停下来。我就是停不下来那种人啊。你要上半身往下一点，才会突然停下。上半身注意用头顶下去一下。有没有？但是啊，你是用后座顶下来。嗯。你要想办法用这样子的姿势。如果你用后座顶下来的话，而且也可以很慢慢的，就是重心抓到的话，你就可以做四到五套。
三年三三六，三四五。我现在在踱步，我发现我腰在痛。所以是爬山造成的腰酸。哦，好冰啊！啊？欸，可以帮我看一下 GoPro 吗？我故意把它从长插好。但是它还是一样这个吗？其实它从上午应该一直就都在充电状态了吧？充好了吗？就一样啊。没有反应啊。但是它的电一直是满的，如果刚没充的话，它现在录一个小时，电应该变成只有一半。有在录吗？有啊。哦，好。我刚刚这个我还是有努力降啊，虽然脚相当起来的。嗯。因为我刚看了一下这个坡度，那里不是有一条水平线吗？对。所以那个水平线以下就录不到，所以我先滑到那个水平线以上，然后帮你录到。是哦。对啊。那用。有人家在教学，他们是滑整道的啊，他们在滑，他们滑整道的，滑什么？整道的，他们是横越的那一种。那我自己骑。对啊，我说他们在教学。那我先下去了。啊，你要帮先帮我录啊？对啊。前面有一个小车车。一个坎吗？因为前面下去才是平的。所以我要这样子，然后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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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随便你啊。好，我在那一棵树之前看起来是这样。
学生很越。对啊，那我没有看到你的信号，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。那你开始滑了，所以我正要开始录，我看到你开始滑了，我也是没有注意到。没有，根本还是没有看到，因为他在等我，所以我就下来了。没关系啊。那你要录这边吗？这边可以吗？这段也可以啊。好，那我先下去。好啊。
而且它是很温和的叫法，因为它就一直线啊，很滑稽，也没叫它转弯。对啊，因为光是做那件事情啊，上半身就一定要是对的地方。你也跟着做一次看看吗？你从这里到那边，试着站。好，我拍一张照片。好啊。哦，很漂亮的，去的。还个景吗？更难的，比刚更难的。还个景吗？对。你到，躲在我后面，躲在我后面。是，躲不掉。没有了，我已经开始了，没他。飘雪，又出太阳又飘雪。哦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叫我现在就是一路横过去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就试着横到那边看看，真的好。哦，就站左脚了。现在这里先不用吧，先下去再说，先下到旁边。是啊。这里要站好啊。那个好像太平欸。我是太平啊。脚啊！我没错啊，我只是跟过来。为什么不单脚？不会啊，我只是要跟你走一下。然后啊，这样子一路单脚，你要是举得够久的话，其实那个时候啊，控制你这样子侧滑这样前进的速度，是你左脚的脚板。你要是板子啊稍微这样一点点的话，你会越来越慢。你要是板子稍微下一点点的话，会越来越快。你帮我录，你先下去。手刚没有滑好，你先帮我录。太远了 啊！要那么远吗？是啊，那么远，看不到那。哦，看得到我哈！哎、欸，停！你要拿我的手机去录。昨天真的，你的画质比较差一点嘞。那收好哦，收好。现在觉得有看到冰晶吗？有啊，是下雪。一块云飘过来了，它飘走了啦。对呀、啊，它们动得很快。下面写说，今日状况压雪良好，但是问题他有说风大。然后他说，请不要速度太快哦，请不要滑太快，压雪良好。
没差。换你说好了。啊，你要录下段吗？好、啊，要不要？好，可以、啊。反正，那我在想，我要坐大车还是小车？我刚刚是坐小的还是大的，还是中的？我不知道你在叫大中小哪一个，我等他们滑走，我再滑。我在等他们啊、嗯、他正在讲解下一个哦，是哦，所以他还没，那我先下去。你现在是在练小的、喔，就是小短的预备。好，换你滑上段，我滑。啊？换你滑上段，我滑下。OK 啊、哇，好难哦、喔。欸、我们做两段上去再拍一下。哦，好啊。因为刚刚没有拦截，好，应该有。先拍完。然后我要去拍小森林，所以我要准备好。准备什么？我从哪里开始拿手机呀、啊？我在想。都要进去的时候。但是我怕我减速，就会里面速度不够快。嗯，速度不够快。好，先看。你要冲进去的吗？我就转看一个，你有录到？有啊，真的、喔，你看到我飞出去？我还看到他弹起来。对啊，我不知道我录到什么了。脚什么的都没有，就飞出去而已。啊？打雷！我没有不专心啊。不住，站不住，啊！自己会斜吗？为什么我撑不住？
来的。
道他下一个要教什么，我在等，但是他在等雪板的溜走。教了什么？脚插错边真的很尴尬，因为这整个要拔出来哟。我就想说啊，算了，好像脚也搞不清楚，我就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就干脆抱住它了，就不想扎了。
广播会说什么吗？好像广东啦，怎样怎样怎样，我们强风的关系就怎样怎样。没有，刚突然风吹好大，不会不动了吧？啊，不会不动了吧？反正我们这里回得去就对了。我们一路回到那个，然后靠这三个缆车。但是外置上缆车不动怎么办？啊，外置上缆车不动怎么办？这三个、啊。这三个应该没有，因为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最后到上面才被一阵风吹，在下面不会被吹到。对。哦，对，拿出手机就要冷爆了。那这个风一直在吹。那里有一个旗呀、啊。也是啊，就是在吹，只有这里在刮大风。这样，好漂亮，这么蓝，今天的这个最蓝最漂亮。好，好，好，糟糕，手太冷了，受不了，冷爆了，怎么这么冷啊？哇，透死了，好冷。哎，现在我刚没看现在几点？我叫苏丽。10:50，想尿尿的状态。我也是，这太冷了哈。但是11:30餐厅才开啊。上段好冷。不要上段缆车，好冷，很冷，受不了。嗯，应该差不多哈。哦、我帮你录上半节，刚刚都是我录上半节啦，换、哦、我帮你录上半节，赶快去，那个老师学生应该还没下去，还在那里啊，他们应该是中级班在教脚转的预备动作，真的、哦？嗯，哎，这里也可以走，对不对？手冷爆了。
见了。好，你用眼睛看着我下去。我要到那两个坡那里嘛，对不对？就那个现在雪板跌倒的地方。哦。眼料命，还有点懒散散的在滑、啊。我刚刚突然想起来，蹲低要到膝盖那边，所以我这次有做这个要诀。是哦，我觉得速度控得更慢。看起来懒散散的。啊？看起来懒散散的。没有啊，我是速度慢。哎、欸，你有要帮我录吗？好啊。那手机给你。没有懒懒散散，有啊有啊，看起来懒，你回去看就知道。我有蹲低，就很懒懒。我有站起来，重点要我有站起来，我觉得我重心更对。我站在这里，好像大家都会被我卡到，已经第二个人。但是我不是很边边吗？没有啊，他一定要靠边边吗？奇怪。我看，我已经第二个人了。刚才有一个雪板也这样滑到我旁边，然后因为你后面留了一个洞啊。我你可以滑我前面还是他就很想要过这个洞。我不懂，我是第二个人了，我想我很挡路吗？我不是已经在边边了吗、啊？为什么大家都还要来我旁边绕一下呢？奇怪你。没有啊，就奇怪。我真的觉得我以为我已经很边边了。是没错了，你故意留个洞，他们把你当旗杆，先想绕个弯子。然后我就觉得奇怪。是因为人太少，要跟你亲近一下。我不懂。然后只是刚刚有一个人在你前面滑的，他的喷烟有点影响到你的影像。哦、还好啦，我看我应该要到汇合点的那个蓝度是不是。没那么远吧？没有这么远。那我这次就滑大一点。冷了。
很明显的左右喷烟度不一样。右脚右脚轻轻，左脚重重。哦，是哦。对啊。好了。那我要再来拍小森林啦。你要拍吗？看拍的好不好啊？不要不要，我真的滑下去又摔倒，看他就是这样子拿着，然后怎么就摔倒，可恶！我要拍小森林。那我就继续练习了。好。下去，好白痴，好白痴，气死我了。
随便，我录你上段吗？随便啊。交换来。换那个吗？啊？换那个，手机给你啊。感谢，干净。滑得过去，那个学生那群怎么不见了？他们说不见了，对，他们不见了。在意他们在旁边，对啊对啊，你就越往滑越右边这样，因为我就觉得他们在旁边啊，很烂，滑得很滑得很烂哦，啊，滑得很烂，还好，好，那我下去，多下去啊，很下去吗？啊，很下去吗？很下去吗？我会先提到最前面。
你的转身力吗？要啊，我刚没有那么大啊，我刚没有开，我是白痴，气死了！记得带速度冲去找分。什么带柱子？带速度冲去左边。我这边应该出来没什么速度。啊，我会想办法走过去。把停在餐厅前面嘛，是不是？有架子啊，啊，我应该叫这个老师那边来。算了啊，都过来了，大家就要走回去了。我就看你过来，很漂亮呢、欸。讲话，我们在这里多少？十一点半开了没啊？我说十一点半了没？哎，他那个有人走错。我等会再帮他拍照吧。嗯，好啊。先看一下。你干嘛出来挡我镜头？啊！我说很漂亮呢、欸，很欧洲呢、欸，好可爱哟、喔！
很低调。减温呐，我已经冻死啦！啊，那好关哦。哦。你刚刷完之后是朝下的。我刚才一路都。